然后就抢在这个大招，这大招丢出去减伤25%。啊！海拉打野以前刚出的时候跟鬼一样，现在都没人要玩。哇，你看这一把对手是个蒂娜，是拿物件最快的角色，然后我是一个拿最慢的。走咯。这边他们会输的原因很简单啊，他们只派两个人跟我们硬打。好痛，不要，小力一点。哎，狼狼坏坏。敢不敢让我抽这个野怪啊？敢不敢让那个被动对野怪也有效果？拜托，减半也好，然后抽回他们的血。痛啊！对面那个暴风女是不是刚刚很猛的那个啊？很猛的女巫，我们 ID 有点像。我想海拉前面一定要浓啊，请给我一点时间。我很喜欢以前二技放的不延迟哦，那时候真的超强的。你看我刷也真的刷太慢了。哇，他绕路吗？不可能吧，他绕路欸。好啦，有连珠了，吃很快了。你知道为什么要出连珠吗？是因为这样子刷野比较快哦。不然说真的，出以太刷野真的有够慢的。不行，我要去下路帮忙。OK， 这个早死，这一定会死。哦，不要电我。对面的控制还是挺多的。这样就舒服了。怕他出到另外一件装，我们要自己预购。这样子就舒服了，超级舒服。Why you bullying me？ 你怎么觉得你打得赢我？OK， 我无敌了，真的无敌了啦！刚才没什么好说的，玩到现在这样子这么顺风，基本上无敌了。这边唯一会怕的就是肥起来的鹰眼没了，这边只要保持有经济优势就可以了。
舒服了，接下来是我舒服的时候了。你们看到我那伤害有多高？哦，开始呛瞎了，容易的。Nope。我刚那个三技没打中，我还以为没了、欸，好险！哇，有必要吗？他用大绝偷走、欸，哎，有必要吗？我现在无敌啦！真的无敌啦！好速好快，因为开了一技啊。这边可以打。差不多游戏要结束了，这边再把这个法防做起来，我真的无敌，我就直接走进去了。那个大招开下去减伤太高了，再加上我现在物防又这么高，我现在物理又有减伤。没了没了。攻速好快呀、啊！我要去拿蓝 buff。没了没了，这把游戏结束了。海拉其实这么顺的话是无敌的。但也没有这么无敌啦，我最大的敌人是那座防御塔，防御塔打太多了，不然我刚刚在里面真的是无敌的。并没有。海拉就抢在这个大招，这大招丢出去减伤 25%。你可以回去吗？完了，没大了，怎么办？没大了，也是要打。哎，抽不到。有没有无敌的？是不是？但是他们在里面回血太快了。要不要后退一点？抽烂。哈哈哈！啊，是真的很无敌啦！有没有？我们刚刚的前一个会再浪一个大招也是随便打、啊，对不对？你打野，如果你不做连珠步枪，真的清太慢了，你会打到怀疑人生哦。
所以才为什么会出连轴步枪。你有没有看我们第一轮打野，我们从上刷到下，下路这个一刷完的时候，上路又准备要重生了，那等于说你这辈子都在刷野啊。第一轮一定是这样子啦，啊，连珠出来之后速度就快了很多啦，因为毕竟他本来搭配一技攻速就很快啊。不过这样子出是有点怕控场，对面竟然这么控的话，其实鞋子还是出防护靴好一点，反正不需要摇侧靴啦，因为这个装备一定是把冷却做好做满的，就不太需要，不需要多那一点点的冷却，这样就够了啊。我觉得这样出有物防有法防，玩起来也很愉快啊。海拉只要活得下来输出就有了，你不需要去追求爆发，他只要活得下来就好了。有啦，30-3，无敌的吧。